这民俗的道理。敬爱的大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有福交汇，一天比一天好，一星期比一星期好。我们虽然看到我们有福交汇有举家长的人数不太稳定，求你的手扶助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恩典之下。主啊，我们有几件事要来求你。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社会沸沸扬扬，为了同性的问题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痛。虽然有人认同，有人不认同，但是这是一种撕裂。主啊，求你的恩典，你的手掌管我们台湾整个社会，掌管我们的人心，掌管我们的永福教会，让我们的永福教会，让我们整个基督徒，让我们整个社会都会在你的旨意下带领往前走。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越有一点乱，我们的感觉，但是主啊，求你保守你带领，你更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行程，我们的流程。主啊，你更保守我们再来的讲道，我们的谢宏文老师他的讲道能够感动我们每个人心灵，扎到我们每个人心。主，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下面呢，我们要来念一下《我们经》，我们先念一下。啊，对哦，要用主祷文来祷告，对不起，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，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是的。阿门。好。我们现在来读一下经节。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9:10-17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，那城名叫伯赛大。反正哦，我是应该在哪里呀？啊？哪里都不对，听见怎么？关掉了。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我们请这边来念第二节 ，Go。在日头要伏羲，12门徒来对他说：“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西面四面村村里。”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好，我们回魂了哈。来，下面换这边读来。耶稣说：“我们给他们吃吧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不过有5饼2条鱼，若去为这10人买食物就不够。”换这边 go。那时人数约有5000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叫他们买100的坐下。”每排大约50个人。看这边，门徒就要入席，要叫众人都坐下。再来一起读个。耶稣拿着这5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，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。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余碎收拾起来。那今天都到这里，那我们一下我们请谢宏文老师来为我们讲道，那题目是请差遣我。哦，不是，这是歌名。